是带了一个石头蛋吗？啊？嗯。你带的是个石头吗？嗯。多少钱？5块钱。19.9。多少钱？19.9。反正这个绳是不值钱，这个石头不值钱。成本2块钱，1块钱，运费7块钱，挣12。就你有个嘴。这玩意儿成本能超过2块钱吗？闭上嘴，我愿意。1.7块钱左右。美女不能有点脾气，你闭嘴。你不是美女，你这纯纯是傻子呀！这是，买块石头，我给你做得了，你给我5块钱，我给你做一个。那么不就是捡块石头打个眼儿，挂个黑绳，这黑绳还不值钱，这绳连边都没边，我在后边系个扣，从下面一穿。你没有因为你的嘴被打过吗？没少哎，我就太爱说实话。你买的时候没考虑一下这个东西成本有2块吗？闭嘴。